多年嚟，市政署为咗提升居民嘅生活质素，满足城市发展需求，持续对全澳垃圾收集设施进行优化工作。近年逐步喺各区设置收集效率更高、清运过程更为便捷嘅压缩式垃圾桶，代替传统街道垃圾桶。压缩桶占地更少，可以将垃圾压缩，并推到相对密封嘅空间内暂存，有效改善各项环境卫生问题。容量约等于30个传统街道垃圾桶，只需一部吊运车就能完成清运工作，有效减轻交通负荷，同时亦改善了清运过程中有机会产生的卫生及噪音等问题。为配合东北区的社区发展及民生活动路线，经与各权限部门协调后，共识于原地下垃圾收集系统覆盖范围设置20个压缩式垃圾桶站，供当区居民使用。现时压缩桶站内加入更多优化措施，并持续进行美化工作，为澳门城市增添色彩。未来市政署将持续优化垃圾收集设施的工作，与全澳居民共同构建清洁健康的生活环境。澳门是我家，齐来清洁它。